消防旗、消防哥跟民用压力工人呢，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示范。重新诠释他们的有点压力。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要的、我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想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心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。Yeah.